是卡佳。卡佳好，我叫卡佳，婆婆妈妈。妈妈，今天妈妈找我做铺天的披萨。披萨铺的披萨。不是，爸爸都说，卡佳你唱一下，这个是铺天的披萨。他骗你。他骗你。他不是，他说这个是铺天的披萨，这个没事。哦嗯，然后我妈妈也有来乌克兰，她也有吃这个，她说很好吃的。还得混一混几分钟啊，出来啊，我的手有水没收，不这样走，你看啊，不得混混几分钟呢，这个皮轮一点啊，按这个按这个啊，好，我呀呀快呀，别打啊，别 打，我想可以的。怎么样？不准，准。这个有点没你按住，我扶起来。你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后来就脆脆了，这才几分钟。这黑黑的我们都不敢吃。哎，好好，卡佳，你也吃完了。现在又下雨，是的，今天有下雨。我们啊，很好的。啊，哎，没了。还有在这里的。可以可以了，哇，这个味道。好了，这一点点，比这个再轻一点，再薄一点，再薄一点。一点水煮豆，煮的快，豆扣出来，哈，明白了。看一下乌克兰西斯托铺天才好不好吃？
一定可以煮的。啊，要求一点哈，要求一些方面都。都应该都黑了，知道吗？我给你关注一个，快点！别跑出来，没有出来。这，好，就好了，好了。我知道，爸爸让我看这个视频，他其实是狗血，是的。大概尝一下，现在也是太烫了，那好吃，太烫了。好吃，真好吃，烫。那这个是大概是多少钱？哎呀，你们好了没有？好